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自带装备的英雄，为什么被兰陵王刺中会减速？因为兰陵王自带冰痕之握。为什么坦克和脆皮遇见钟无艳都怕他？因为钟无艳手握破心锤。为什么典韦能轻松秒脆皮？因为典韦手里拿的武器是暗影战斧。为什么凯的暴击伤害那么高？因为他手持的武器是无尽战刃。为什么东皇太一皮糙肉厚回血很快？因为他身上穿的是霸者重装。为什么伽罗射程那么远？因为他的武器是逐日之弓。为什么韩信很少伤害那么高？因为他的武器是宗师之力。为什么亚瑟跑得那么快？因为他拿着奔狼纹章。为什么杨戬回血那么快？因为他带着不死鸟之眼。为什么刘邦会有皇后罩？因为他身上穿着魔女斗篷。为什么你的排位一直输呢？知道的小伙伴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告诉我们哟。